谢总。嗯。哎呦，谢总写书法呢？拼。哎呦，谢总，您不愧是当领导的，写着平心。过去上朝的时候，文武百官在底下一跪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皇帝就说俩字儿平心，就平身，还平心？我写的是平心静气。您写的是平心静气，那你别跟我置气啊，我正给您汇报工作呢。我没跟你置气。你说这一个心头肉，一个眼中钉，你说他们怎么就凑到一起去了呢？哦，你说这孩子呀，不好管。什么不好管？我的话都敢不听，那个臭丫头，看我怎么收拾她。对，孩子没长大，就得好好收拾收拾，对吧？你不好好收拾，这你们要收拾谁啊？不收拾谁？潇潇，我跟你胡叔叔说，怎么收拾收拾去烧饼去。好啊。对，最爱吃烧饼了，对不对？烧饼烧饼，你要不要给武大郎做一个烧饼啊？这人真没文化，出去别说认识我。啊，烧饼，英文，购物。哦，原来你们 speak English， 我也说 ，I don't stand 呢。烧饼。去吧，这是慢慢烧饼。闺女，我记得你这从国外回来，还没跟老爸一块出去过呢。啊，你看这一眨眼，我女儿都20好几了。爸，你说这些干嘛？老爸得补偿你啊。你喜欢什么，今儿老爸都买给你。那爸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出去打个电话，很快。哎，你快点啊，我在客厅等你。好嘞。啊，作为阿静的同事呢，我真的特别为她感到高兴。啊，她其实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这款内衣还没有正式的销售。爸，他不好了，我这就去了啊。小兔子，你干嘛呢？这是。赶紧去换衣服，穿精神点，陪我出去一趟。哎呀，不去，哪儿不去？不舒服。你真的不去啊？不去。那算了吧。本来啊，妈妈这个约会是想带你去，让你参谋参谋，听听你的意见。现在看你这样，实在不想去就算了。你要约会？哎，小小，这个怎么样啊？不好看。哎，娃娃，小小，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就喜欢娃娃，爸爸就天天给你买，天天给你买，买的家里全都是娃娃，最后连爸爸待的地儿都没有了。哎呀，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。哎，小小，这老虎叫什么来着？你小时候就喜欢这个，叫什么来着？哎，咱就买它了。不喜欢。我喜欢这个。哪个？啊？宝姐。啊？宝姐，安静。宝姐，你不是跟我说是你来约会吗？是我约会啊，我没说跟谁约。宝姐，我这辈子走的最冤的路，就是你的套路。哎呦，傻儿子，妈这不是为你着想，为你好啊。我，听话听话啊。哎，小小，咱，乖啊。潇潇 ，Hello。
真没想到阿健这次表现得这么好。是啊，明日也是。这下我们终于有时间考虑我们的事了。我们什么事啊？哎，我们去看看新品内衣吧，去那边看看吧。好啊，啊，萌萌，嗯，你去那边等我吧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哦，好。你好，我需要一个能求婚的钻戒。好，我帮您看一下。好。您看一下，这是今年的最新款。就它了。好，那现在包起来吗？包起来。哎。阿静，你走快点行不行？这么多戒指啊！我们潇潇手长得这么好看，配上一枚戒指就更好看了。我觉得也是。你看看喜欢哪个？我看看啊。我们家潇潇戒指多了。用不着包姐你推荐啊，你们卖给你，是我们家阿静要送潇潇戒指。宝姐，你看这款，这款怎么样？不好不好，太小了。是太小了，潇潇，走，看那边有没有大的。好，走喽。哎，他俩的事儿我没同意啊。我们陈家又不是娶你，要你同意。你我同意有用吗？你们家家静同意了吗？他还没表态吧？这个价格其实已经阿静说了。非潇潇不娶，阿静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，哎，谢谢谢谢。妈，买好了，吃吧。哎，这个慢点吃啊，比较冰。我最近身体不太方便，不能吃太凉的。啊？那怎么办？小妹妹，这个给你吃好不好？嗯，谢谢姐姐。哎，小朋友不能吃这么凉的啊，对身体不好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。干嘛呀，阿龙？嗯，姐姐去给你买个新的好不好？嗯，走吧。嗯，你好，要一个冰淇淋。嗯，哎呀，真是般配，这金童玉女。般配什么呀？般配，瘦的跟麻杆似的。切，你瘦的跟麻杆似的。我跟你说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以为买一个戒指就把我宝贝闺女给骗走了。哎呦，骗多难听啊！我是要明媒正娶，让潇潇做我们新生集团的总裁夫人。你是看中我们海虎了你？哎呦，这个真没有，你想多了。哎，你说的啊，那咱俩签个合同，两家的生意各管各的，互不干涉。签呢？答应了，绝不反悔。我说小虎啊，你这平时脑子挺好使的，怎么关键时候不灵光了？你说他们俩要是结婚了，将来生个孩子跟谁姓啊？还不是姓我们陈，不姓你谢呀？这将来不管是新生还是海虎，他都得姓陈。你说你签这个合同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看你这个小算盘打的。小秋，你过来听听，听听这就是你想要的婆婆。阿静，你过来，有人诬陷你妈。阿静。小秋。阿静。小秋，阿静，小秋，小秋，哪儿去了？阿静，小秋，哎，这俩孩子怎么不说一声就跑？阿静，逃跑也不告诉我，太不够意思了。别闹了，等下他们看你又是麻烦。走。哎，怎么停了？
是追过你那姑娘吗？这个是你男朋友啊，跟你很配。走，难得偶遇，请你们吃顿饭。走啊，我请吧。别磨叽了，走吧。走。走吧。来，吃啊。来，妈妈，吃肉，这肉特别好吃。谢谢啊。我说，该不会是看我们幸福美满，心里堵，吃不下吧？你别误会，我就是没胃口而已。不是心里堵就好，要是这一点事都堵的话，那以后可怎么办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，亲爱的？你们聊，我要上厕所。不许去。咱们不是说好形影不离的吗？等我想去了，咱们再一起去。其实你不用这样的。他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幸不幸福，和我本身就没有任何关系。当然没有关系了，忘记告诉你了。我们刚刚订婚了，祝福我们吧。祝福。你希望得到我的祝福吗？我希望你能获得幸福。好，为了我们的幸福干一杯吧。哎，萌萌，你这男朋友不会是你花钱雇来的吧？萌萌喝不了，我替他喝。阿龙，走。喂，那个。我随便买的。给我戴上吧。现在好了，你们也可以祝福我了。祝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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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咱们干。哎，他喝不了。谁要给你干了？我们喝。自己喝。用不用我陪你待会儿？
不用了。啊，对了，如果我们之间的事情你还没有考虑清楚，你就当今天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我其实……阿龙，你对我挺好的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有什么事情我们明天再说吧，好吗？好，早点休息。嗯。也不是真正的我。你说的没错，是我看错你了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别再黏着我了，像你这种女孩我见多了，你是忘不了我的人啊，还是忘不了我的钱？在你心里原来我是这样的。在我心里你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刚刚订婚了，祝福我们吧。我希望你能获得幸福。好，为了我们都能获得幸福，干杯。你以为我会喜欢这个样子的你，所以才扮演成这样子，对吗？你记住，做自己才是最好的。也许我就不应该遇见你。你干啥呀？你脸咋的了？我脸咋了？给刺猬给扎了吧？什么玩意儿？刺猬给扎了？你这睡得好好的，你这喊啥呀？你看看，你这一天你大惊小怪的。啊！嘿呀，能哥，可以啊！现在穿衣服越来越时尚了，自制新型波点，棒！这哪是波点呢？这是起的包。阿静啊，我此时此刻想起一句古诗：古有鱼腹藏剑，今有内衣藏毒啊！你这心肠也太狠了，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呢？我不把内衣买回去了吗？回家我就给你能婶穿上了。穿完之后，这浑身起的全是包啊！完了不咋地，把我后边也传染上了。你说买一内衣不是我们的本意。是宝姐让我们买的，我现在郑重向你承认错误，你把解药给我吧。啊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是我的内衣让你身上起包的？那不是你是谁呀？
哎呀，阿静啊，阿静啊，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别怪我。我不买你的内衣没有关系，我不应该把你的内衣弄个乱七八糟啊，给我自己用上了，都是我的错呀。我就希望你能原谅我呀，啊，头型不对。阿静啊，阿静，都是我呀，阿静，我不好，你原谅我，阿静。前面你，再往前走。阿静啊，骗我，老铁呀、啊。扎心了，你瞅瞅啊，我都被你害成啥样了。你这是被什么小动物袭击了？猫挠的吧？啥玩意儿？猫挠的？这是我挠的。自打穿了你给我寄的内衣啊，我是浑身不得劲儿啊，越挠越痒，越痒越挠呀。你瞅瞅，都整出鹿皮了都。帮我带几份资料。哦，是跟靖总有关的那批资料是吧？我发名单给你。哎，照这么说，事情已经步入正轨了。那个陈家靖，是不是要栽了呀？不该问的就别问。哦，对了，帮总，我这儿有问题啊。那个靖总一直在这守着，我怎么及时跟您汇报消息啊？你说的那个靖总不是靖总，是他的替身小六。啊？的时刻没电了。嘿，美女，哎，美女，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手机，哎呀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我很着急，我想借用一下你的手机。嗯，我没带手机。哦，前面有家便利店，那边可以充电。哦，那你方便，我带你过去吧，我顺路的。哎呀，谢谢啊，走吧。那个小六跑了，我觉得他可能听见什么了。抓到人，事关重大，抓紧时间吧。哦，好。我看这都挺晚了，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？我刚下班，我都是晚上出来，白天睡觉。那不是夜猫子的生活吗？倒夜班的都这样。你呢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哦，我呢，其实是一个阿克特，行动中的人。真的吗？太巧了，我也是。啊，你也是行动中的人？嗯。不过，都已经很久没人找我拍戏了。哥，你现在还有戏上吗？哦，那当然了，我刚拍完了一部大型古装。现在后面档期都是满的。哥，
那你接的戏有没有适合我的？你也推荐推荐我呗。你吧，就是这个脸啊，有点清纯，所以你这个戏路吧，就有点窄了。嗯，哥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所以找我的呀，都是打酱油的学生妹。哎，姑娘，你别灰心，以后有好的机会，哥一定给你想着。哥，你真好。哎，咱们别去那便利店了，太远了。我家就在这儿，你到我家充电吧。充完，咱们加个好友呗。可以啊，我求之不得呢。哦，对了，待会儿我家要是有奇怪的人，你别害怕。房子是我老板租的，偶尔会有人来我这儿看看，也不知道干什么，神神秘秘的。没问题，我是谁呀？啊，我怕谁呀？那咱们走吧。哎，走，进来吧。小六，就是他。啊，这么像！抓住他！是。哎，别！大哥，不，大哥，我。哇！轻点！喂，大哥，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阿龙啊，你能邀请我一起分享这荣誉，我真的是非常感动。西门总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米瑞就是您一手创办的，今天这个新品发布会请您那是应该的。西门总，我一会儿啊可能得早点走，我们家吧那个漏水了。现在就走啊？哎呀，西门总，我最近啊光忙活这订婚的事儿了，米瑞这边啊就拜托您了。龙哥呀，米瑞这边你就放心的交给我，现在生意蒸蒸日上，就算是个傻子也做不赔。你赶紧走，走晚了呀萌萌要生气了。那我先撤了啊。西门总啊。好嘞，拜托，慢走、啊、拜托。西门总，哎，咱可以开始了吧？着什么急呀？主角还没来呢。不是，主角，主角不就在这儿呢吗？我问你啊，就这些人，冲着谁的内衣来的呀？哎呀，就是啊。哦，陈家静。对呀，谁是主角？明白了吗？陈小静。实在是抱歉，今天的发布会取消了，不好意思。搞什么呀？都一早上对了，就是啊。大家听我解释一下，是这样的。阿静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西门总，
我没开玩笑，这款内衣真的不能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怎么能卖？为什么呀？你给个说法。西门总，这批货里发现有个别产品的内衬发霉了。内衬出现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，为什么不早通报？这下可好，本来想风光一下的，风没了就剩光了，赔光了。哎，西门总，您先冷静一下。我倒是觉得呀，这是件好事儿。就这还好事儿？对呀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充分的说明咱们的团队里已经出现了害虫。这害虫长什么样？他们长得长长的。行，你别描述了，说重点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我倒是觉得咱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害虫给它揪出来。说的倒挺热闹，你有办法啊？这个呀，请允许我暂时先保密。嘿，还保密？哎呀，累死我了！来人呐！你赶快把我放了！别说，这戴上眼镜还真挺像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总裁身边的当红跟班，你六哥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把我放了，要不然一会儿我老大带着180号人就来找你。哎呦，我好害怕呀！放你，做梦！你。喂，邦哥。别咳嗽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把文件送过来的吗？看看都几点了。对不起，您别着急，我这就过来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竟然是个总裁啊！我不是啊。怎么不是？我刚听见了。对，我其实是个总裁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有钱，你赶紧把我给放了，姑娘，你把我放了，我拿个180万还你人情，那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想放你，可是我也不敢啊，他们人都在外面呢。姑娘。你要是真有心把我给放了，那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我都是学表演的，那对付他们咱们这种表演艺术家，那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有点道理。我考虑。哎，别考虑了。哎，姑娘，你倒是给我松开呀！哎呀，哎呦！米雪，米雪儿，内衬，这不是我原来的那批内衬吗？该不会是米大师？不可能！可是。
上的辞职信，时间匹配的倒是很合适。你说现在连人都找不到。是啊，电话也不接。就是，我的养老钱被他骗了去，我拿不到啊。这钱都骗了，大骗子米雪儿，什么人呢？拿不到钱，我就不走了。对，不走了。这大骗子欠债不还啊！是啊，今天一定啊，一定要抓到他，一定要抓到他。好一个米雪儿，就是。米雪儿还内衣设计师，先拿不到钱，我们都不走了，好不好？对对，要说拿不到钱，就在这儿不走了，不走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的钱都骗了。的电话，什么人呢？就是，还内衣设计师呢，就在这儿等着他。设计什么呀？骗我们血汗钱。帅哥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米雪儿老师在哪儿？不知道。哎，美女，我帅哥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米雪儿老师在吗？不知道。米如雪小姐，我们对你的表现很满意，不过您的资料不全呢，没有身份证号，我们公司必须核实身份，不然我们很难录取你。哦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那天可能是忘了填了。给。啊。你填错了吧？啊？您资料上的名字叫米如雪。但是证件号码显示出来的是王霸天。啊啊，那个我本名吧是太不好听了，所以我就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米如雪。是，但是您的年龄也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呢。啊，您身份证上的年龄是49岁。啊，我觉得您就别拘泥于那个细节，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。你看我现在本人，我现在本人很好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一会儿我这样吧，我们这次面试不能录取你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你这折腾我一上午，你说不用我就不用我了，我到底差在哪儿呢？下次吧，好吧，下次有合适的我再给您打电话。不行，你今天不给我说法，我坚决不能走。哎，我们不应聘，我们不应聘。李大师，别丢人了，我们走吧。我跟你讲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不好意思。干嘛呀？还让不让人吃饭啊？我有问题，你答对了才能吃，答不对你只能看着。那你问吧。为什么辞职？公司没发展。你说的不对，不能吃。这叫什么问题啊？米大师，我看到雷欧娜的收据单上有你的名字，我按照供货单去查，查到了原定原料，里面是我的那些塑形内衣的原衬，而且我非常确定，我的内衣原衬都是有特定标志的，不会有错。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？说明你调包了内衬。没有的事儿。米大师，我也不想逼你，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回答，那就不说这些了，说说你家里那些债主是怎么回事吧。如果话聊到这个份上，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了。你说的没错，那批内衬是被我调了包，
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，我自己的钱都被雷欧娜给扣下了，我现在弄得一身外债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从米瑞出来去了雷欧娜，是因为他们之前答应我会有很大一笔资金注入，会投入我的新项目，还让我入股，说很快就能上市分成。我就找亲戚朋友筹了一笔钱，谁知道到了后来，什么资金啊，什么投入啊，什么设计啊，这都是扯淡，它根本就是一个坑。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，只有替他们做事，才能把我自己的问题给解决。我哪知道那批内衬里居然还有发霉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是雷欧娜的人？是阿龙？对，就是阿龙让我去做这些事情的。阿龙应该不会做出这种事情，我觉得这个背后一定还有别人在搞鬼，没有这么简单。阿静，今天谢谢你请我吃饭，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处理我？米大师，你是我的偶像，我能怎么处理你？我现在就是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担心萌萌，她跟阿龙走得太近了。阿静，我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米大师，米大师，我还有别的问题呢。我只盼望你能够了解我，陪我谈心，陪我唱歌。你就像天使，不让爱逃脱。我只希望我不要再退缩，为你写了这首情歌。你就是天使，守护你和我。你就是我的星光，在夜空闪烁，只要一点点温柔就让我快乐。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解开我心中的锁。我愿变成一颗星，陪着你闪烁，呵护我们的温柔，再也不寂寞。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点亮了爱情的火，温暖你我，把爱散播。我只希望要再退缩，为你写了这首情歌。你就是天使，守护你和我。你就是我的星光，在夜空闪烁，只要一点点温柔就让我快乐。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解开我心中的锁。我愿变成一颗星，陪着你闪烁，呵护我们的温柔，再也不寂寞。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点亮了爱情的火。我愿变成一颗星，陪着你闪烁，呵护我们。